经把我们的越南战术应该是北部的战术包括越南北部的战术包括越南战术他们的特殊的手法那他们很特殊的包括又加上的运动非常好那我在这里要特别感谢我们新住民的朋友台湾的国军机新住民朋友他们的关系非常好那台湾是一个多元我们文化多元很多地方都多所以啊又像图案一样各种的名胜才能够构成一个一幅一幅画所以新住民朋友就是台湾一幅画里面很重要的名胜